This Taiwanese indie rock band didn't always look like this. Sodagreen or Sodalu was once Boys and Girls Next Door, even geeky. In Singapore to promote their newest album, Fever Heat of Summer, the six-member band has in recent years gotten themselves more edgy looks. Their time spent in London recording for this album included getting their image right for their music video. 我们这一次全部就几乎是整张专辑制作都在这边完成，所以马上录完音之后，隔天就开始进行造型的活动，就跟着造型师很厉害，他因为英国有很多二手店，所以他在二手店几乎是就是好像他家一样的穿梭，就随随便便都可以挑出衣服出来给我们试，而且每一间店的老板都认识他，不少店老板都认识他的，他来就说，哎，我想要找我那个前几天看到哪一件衣服。然后老板就会说，哦，在哪里哪里都知道这样，对啊。那造型结束之后，有拍照跟MV的部分。那这一次跟很棒的摄影师还有也是很好的MV团队合作，所以作品做出来都是我们觉得蛮耳目一新的，就是跟以往的苏打绿不太一样。那作品你还满意吗？满意啊。<笑>我先帮你们问一些那种之后有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嘛，可以节省大家时间嘛。他们感觉不用问了。摇滚有男孩跟女孩，没有错，我们请这两位代表来讲一下。是摇滚女孩，她是女孩，她是女孩啊，她是摇滚女孩，她是摇滚男孩，她是对麦克风讲。我想你也是女孩吧？对，是大神，不，我已经做古很久了，复古大神。嗯，这个女孩，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最摇滚的部分？我觉得你比较摇滚嘞，还好啦，就是还蛮适合滚。大家不要再身材上做文章喽，真的，我会努力瘦下来的。来，哦，摇滚，摇滚呐，他在造型上非常摇滚呐。哦，对，讲到他的造型，对啊，去拍照的时候有非常多人问他同一个问题，就是他大家都觉得他是亚洲的那个 top model， 然后我们其他的摇滚女孩都是道具。其他摇滚女孩，其他摇滚女孩没有别的摇滚女孩了，只有这么一位。好，其他人都是道具。对，我们只是男孩。Especially for lead vocalist Ching-feng, looking glam rock is not new, not at all. His appearance has been the most attention-grabbing of the lot, with his hair taking center stage.We're talking about him changing hair colors like changing clothes. 问一下清风啊，你的发型变了那么多次，颜色也变了那么多次，不怕头发坏吗？哦，这是个好问题，医疗保健的问题，来。目前是还没有坏的迹象呢，有的话我会注意多加多水一点。Well, this group sure likes to have their fun. Band member Jia Kai has even gone to the extent of cross-dressing during a performance.怎么只有嘉凯每次在头上搞花样，配合那个清风？哇，你被放大绝！哇，放大绝！难得有人放你大绝！你是被放大绝！喝水，喝水，不好意思。我是想，其他团员为什么也不配合？就是配合夏天也搞一些。依据你刚刚的问题，其实你心里只有嘉凯的。我先问他。真的是的。好像没有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你也知道，就是造型嘛，每次都会不一样，我们也不会预测是什么，对。所以可能下一回就到你了。那也很难说，但我其实已经做蛮大尺度的牺牲了。我每红头发，再加上那些有的，他就会走体型上的特征。